自2009年起，国政政府已耗资1,7890,000令吉作为医疗保健用途，为3200万名大马人提供优质及可负担的医疗保健服务。大马的医疗照护服务受肯定，于2015年、2016年及2017年连续3年被列为全球最佳医疗国家。全国各地区的主要公立医院设有癌症及心脏中心。全国各地的癌症及心脏中心已为322,458名病患提供治疗。政府每年拨出5000万令吉，以减轻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。受惠病患达54,784人。新建和提升6家公立医院如下：霹雳州巴里文达、沙拉越州斯里阿曼、吉兰丹州万杰、吉打州华林、沙巴州丹布南、沙拉越州斯务。在沙拉越新建5所政府医疗诊所如下：斯里阿曼、南西达达、巴达旺、弄杰吉丹、斯务。关爱走廊计划为不幸的病患家属提供暂时性的住宿，此计划已惠及40,733人。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，以民为本，绩效为先。